来嘛，就这儿。阿姨，那里有个燕子窝。哪里有个燕子窝？哪里啊？他是在跟我说吗？对，他说你是阿姨啊。对啊，他叫我阿姨啊。哦。哦，他给我指那儿有个燕子窝。妈呀，叫我阿姨，为什么不要叫姐姐？叫阿姨了，阿姨。嗯，阿姨是在拍抖音。拍抖音了。这个阿姨好不好看啊？我也不晓得。你也不晓得？我不晓得。这好不好看你？阿姨，你是男是女？阿姨，你是？我小朋友，你这个语文没学好，这句话是病句。我这也是，我拍抖。嗯，你把阿姨搞得都不好意思了。你觉得阿姨是男是女吗？应该是男生，80%是男生，20%是女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的声音好像男生哦。不是，就是我从小喝水，你知道吗？开水烫到。我之前我就是小时候我就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一杯冷水，然后我就直接一下就喝进去，把我的嗓子烫坏了。咦，我小的时候也这样。真的吗？我小时候也这样，我舌头烫的都快爆火了。你也被烫过吗？我也被烫过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小时候我拿一杯水，我看到它挺平常的，然后我一下去拿这个杯子，我没感觉到烫到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也有点粗哎。啊，同类，我们两个好像啊，同病相怜。你也被开水烫过，你的声音也这么粗犷。我好像天生就有的，因为从小跟爷爷学的。是吗？什么？这个大姐是成年人吗？你说？怎么又叫大姐了？啊，大姐姐啊。哦，我以为你叫大姐。那你应该叫我哥哥。长相像他亲戚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叫我大姐。哥哥，我觉得这是在 P 图。这在 P 图？怎么叫 P 图？难道镜头比本人好看吗？多。好看的多啊。不要听他乱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。没有 P 图，没有 P 图，都是假的。没有 P 图。哎，就是 P 图。没有。没有 P 图，没有 P 图。阿姨，我觉得。怎么又叫阿姨了？阿姨都是姓反。不是刚刚才叫大姐吗？这些叫阿姨了。大姐姐。哦，大姐姐是吧？好的。大姐姐，我觉得这个灯光的调度有点高了，我觉得你应该是美颜没关。美颜关了，脸是不会突然变大变小的，你放心。我的妈呀！许多主播都是在化妆，即使卸妆以后，丑的惨不忍睹。那你觉得我呢？没化妆，确实是真实的没化妆。你这小朋友，你这是夸夸还是？你这是在夸我还是骂？夸骂相连。哦呀，还会夸骂相连，厉害！来，再来一遍。不是，你倒是教我呀！你不要光顾着自己荡呀！你不要摔倒了，我的天，他太厉害了！我的天，他们荡好高啊！我还没他高，我他妈！你没他高，你能荡他这么高吗？能啊！哎，算了，你别荡这么高，摔了。他脸皮薄还小我。我们班一位同学露出这个身体了。顺其自然是吧？好的，我尽量。你们怎么走啊？哦，这小朋友，你这小朋友，他的天哪！我就光看一下，我都觉得吓人。你们。你累不累吧？你休息一下吧，小朋友。有点害怕了。但是没有玩家不拍照拍。他就说害怕了，他说他有点害怕了。我只说错了。
生出海王在屋子里边。对啊，追求刺激。不是，我觉得大异化哈，大异化还是有区别的，有些时候还是。我的海海海帽子硬了。慢点，我的天，大哥，你别大。人家还年轻呢。哎喂，慢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副眼镜的光的，以前都能比这儿亮亮还，我跟。对，180度。那就再也不敢打那么高了，我给你。你那是坐着休息吧？你那是荡秋千啊？我荡不起来，我哎呦！哎呦！这是你刹车的方式吗？知音姐姐，你叫我姐吧，你叫我大姐吧，不要叫阿姨了，阿姨太老了，叫起来。你看我像多大？30到40岁。多少？30到40。我说我的长相，我没说这个小哥，我的长相30到40。我不是我。他说我像30、40岁的人，你觉得我像吗？天哪！那应该就是20多岁。没有，你猜对了。其实我今年48。咦，我的女儿比你大一点，我女儿10岁了，你多大？还没满9岁。那我女儿肯定比你大呀。啊，对，我马上。啊，对哦。我想看看弹幕在说什么呀。我想看看弹幕，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小孩子心思可坏透了，我跟你说，小孩子，这上面有什么？这上面有什么？上面也是该吗？哦啊，就是。就是，那我们去逛一逛吧。那时间，趁天还没黑，跳个舞，趁天没黑，给这个小妹妹们展示一下我才艺。妹妹今天帮忙整了不少水壶。对，是时候展示才艺了。来坐上观众席了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哎，算了，现在黑不黑啊？可以，没得问题。他们看一下，他的灯嘞，带点夜景。就这边，就这边，带点夜景。就这儿吗？带一点点夜景。我跟你说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的时候了。
是不是吧？啊，我的神妈呀！真的挺，谢谢。太漂亮了！你玩了好多哇，走吧走吧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啊好。啊。嗯。哎呀，来拿一下，都掉了。太漂亮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装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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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